不管是他的服装或是他主持的内容，我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用心。既然是最后的最后，那我们就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还有你们的喉咙，我们来欢呼他出场好不好？我数到三以后，你们就方正方正方正，就是那个方方正正的方正好不好？好，我数到三呢，我们就要方正方正。其实我好像刚刚有听说他以前有一个叫做杏仁哥哥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讲。你们有认识杏仁哥哥吗？认识。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现在都有手机吗？杏仁就是那个吃的那个杏仁哥哥，把手机关机。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他。待会你要叫他方正加杏仁哥哥都可以。当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，你们就热烈的欢迎他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杏仁哥哥，杏仁哥哥，方正，方正 ，Hello， 掌声欢迎方正。各位铁花村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方正。终于到我们这个音乐的尾声了，但是呢，我真的很舍不得，因为参加这几个月的这个音乐营，真的认识了很多音乐的好朋友。还没有那么快啦，所以其实不要忘记我自己也是一位歌手，所以呢我也很喜欢创作。今天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有的没的，然后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玩，一起感受这首歌曲好不好？它其实在讲一个爱情的故事，但是因为它已经跳脱了这个爱情，有比这个感情更伟大的东西，就是包容一切的爱。所以呢我写的这首歌叫做有的没的。那待会呢这个副歌呢有我们阿美族的这个主语，我会唱乌马安古比，大家就唱星星买路秘书。那个请给我一下那个先跳过，我们看一下右边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右边，然后来那个信任哥哥来教唱一下哈，来这边可以。好，来你们看看哦，这边有光吗？应该没有光哈。乌马啊古比，星星买路秘书。乌两边哦，乌马啊古比，星星买路秘书。然后呢，萨苏瓦伦嘎古乌马啊古比。为什么写一类一类呢？因为我们总共有十六组的这个原住民族曲嘛，对不对？那包括哎，你们知道全世界那个全世界语言最多的是哪个国家吗？就全世界最小的国家就是台湾。所以台湾呢不只有台语，有客家语，有十六族的原住民语，还有布拉布拉，非常非常多。所以呢我们在比如说欢呼或怎么开心的时候，你们有不同的族群，所以你们有不同的发声的方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阿美族都会讲什么？咦咧切咧那个呀，我们一起练习一次好不好？咦咧，这样我唱萨苏瓦伦嘎古乌马古比，我就唱伊勒伊勒，有没有？我要去找那个没有唱的哦，预备。萨苏瓦伦嘎古乌马古比，伊勒伊勒。萨苏瓦伦嘎古乌马古比，伊勒伊勒。哎，我好喜欢这个声音哦，像我们的主力的声音呢。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萨苏瓦伦嘎古乌马古比，听一下，伊勒伊勒。对，很厉害那个，对对对。好，那老师我们就来我们最后一首歌，有的没的，来自于创作奏放正，很热。我曾经是个有小的孩子，需要有人照顾和陪伴。如今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即将独自面对未知的旅程。原来这就是大人要面对的世界。我感受风在轻轻吹过，看见自己笑容的背后。站在爱情的交叉路口，一天一天倒数着分离的时候，原来这就是大人不当大人的理由。不要不要告诉我，你们只是那种朋友的朋友，三天两头三不五时你就消失了。
是我还要这些有的没的。陈飞来了，看那里。我马阿古比你们心心买了秘书。我马阿古比那边心心买了秘书。三十万人家。如今站在哒哒哒哒哒，对不起。如今我站在乡下的平交路口，看看栅栏会不会落下，火车会不会经过。我就这样看来看去，时间过了多有多。不要不要告诉我，你们只是那种普通的朋友，三天两头三不五时你就消失了。爸爸妈妈告诉我，你要乖乖长大，不要害怕，可是怎么没有告诉我，我还有这些有的没的。谢谢我们的司马里奥 keyboard 手，还有谢谢我们的吉他手左顺右顺。再来换到的舞台左手边，我们的吉他手好耶 ，bass 手二文。最后谢谢我们的鼓手刘杰。谢谢我们的音乐总监，我们的郑杰，让给他掌声鼓励。当然还有我们这三区一直栽培我们的三位指导老师，我们的吴浩恩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大大老师，还有我们的阿鹏老师。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。耶、yeah, ！还有我们谢谢今天的总持人杏仁哥哥方正。呀呀，小朋友来拍手。还有今天有讲到，这个课程非常重要，是学员有参与今年这个活动的制作。首先，也是最后，我们来欢迎今天我们的制作团队上台。他的制作团队有我们的大凡嘛，还有我们的鼓励 Hanna， 还有董曼妮，还有我们的小凡嘛，以及我们的伊琳学长，还有我们的长安杜西哥，还有我们最辛苦的。多多姐姐，他们真的非常温柔辛苦哦。有的人的正职就是他们要在自己的正职之外的时间去学习，去对他们有兴趣的事情去追求，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。再次热烈掌声给今年我在小村唱歌的制作团队，耶、谢谢他们。好，我们的制作团队呢，又一首歌。他们带来耳熟能详的歌曲，希望跟大家在这个最后的时刻，最美好的这个夜晚，跟大家一起唱这首歌《海洋》。
孩子会唱吧？起来。背着条干，独自走到了东海。